那个老师可以在后边的地方，我们可以模拟一下我们真实的那个采集状态。那就现场的观众也能拍到。对，可以拍到，就我们在这个两边就可以，大家都可以拍到。哦，真的，而且是真实采集，对，采集状态都能拍到，真实的状态啊！大家问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啊？那前锋老师跟着我的步伐，就是说走动的时候，往前走的时候，咱们不要摇摆，太过晃动，行吧？要特别的正义啊，要稳，要稳，稳稳啊！哎，好，咱们开始。这回要稳了，来。特别稳，请问前锋老师有听到相机的工作吗？声音吗？听到咔嚓咔嚓的。已经在拍。这个是多久拍一张啊？这个大概就是根据距离来拍的，它有可能是超过5米左右，它就拍一次。这就是咱们那个刚刚拍摄的那个。啊，就这现在就能看了。对对对，这个能刚好拍的。哎，刚才有个观众在塞牙，你这个啊，这个真的都那么明显，你这我看看，我放大一点看。哦，还真能放大。韭菜，韭菜特别清晰。你看看这韭菜，你看这韭菜，去年的吧，对不对？那颜色，嚯，去年韭菜还行。在你们在这儿，你看在这儿。特别清楚，它是超级大全景。我们这个它背包，它上面是由采集头，然后是由三个鱼眼镜头，还有单反相机组成。下面的话，它里边是有我们的工业电脑，还有我们的关岛系统。哦，一堆装置啊。对。